我这手套黑的，来看看羽绒服上的雪点，小雪不大。我现在去我妈那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我这个羽绒服哈，闺女上高中时候的，两件倒着穿，她没有帽子，所以这个帽子她加厚加绒，还带围脖一体的，挺好，特别暖和。来车了，前面北京的公交车都有暖气，真暖和，一趟线就到了。捂严实点，我妈穿的登山裤说特暖和。我们去养老驿站去办那个。妈，你饿吗？现在不饿是吧？走，这就是养老驿站。哦，是你们给送饭是吗？可以送，给送。哦，就是提前一天说。哦哦，提前一天说。您要想今天订的话，就是头一天的中午跟我说。哦哦，统计。我看看，阿姨。等会儿啊，看一眼啊。咱俩说的是一个地儿吗？哦，应该是看这菜单想。看这菜，那人给我发微信。啊。您这菜现在还是热的吗？是的，对，咱们加温台。哦哦哦哦，加温台。加温台。啊，咱先来一份是吧？不是不是，倒霉了。现在那咱吃完了再说办卡的事儿。咱们现在有两荤一素。哦哦哦，两荤一素是。对，那就算了。嗯，25块钱老年卡是22。哦。嗯，两荤一素。对。哦，量怎么样？量啊，量广东，您随便问。给的多是吗？哦，谢谢啊。那主食呢？都有什么？主食啊，米饭和馒头。哦。如果套餐里的话，是米饭馒头任选其一。哦。嗯，这样。然后包子呀，发糕啊。我给你宣传宣传。尝一份啊。行啊，尝一份。肉炉什么的都有，但是现在卖没了。哦，挺好。然后晚上的话是以馅饼为主。吃一顿了。啊，那咱俩我们俩在这吃。行，给拿盘儿。行。好吗？嗯。盘但是现在可能就一个盘儿，你搜一下。哦，行，嗯。妈，你吃米饭去。你要米饭还是拌米饭？啊，得嘞。嗯，那能给点馒头吗？可以，我给您带两个小馒头，您还行吗？行嘞。这馒头小，这么点。哦，行。米饭够吗？够了，妈，别浪费了。我就一点儿都够。啊，够了够了。啊，那您就给馒头。那就给您再带俩小馒头。啊。咱别浪费，在这儿吃千万别浪费啊。嗯。啊，行，不浪费。啊。然后呢，要哪个？现在就这两个了。啊，肉肉啊。红烧肉。行。哦，还有鹌鹑蛋呢，哈。对，鹌鹑蛋有的时候是海带，还有鱼呢。这是这咱也是尽量一份儿按一份。行，那白菜有吗？没了。那不是白菜。这个是洋葱。哦哦。要这个吗？洋葱熏干。吃吗？洋葱。少来一点。嗯，行。这鱼怎么样？鱼的话是15块钱一条，阿姨，这是特色菜，咱每天都有一个单独特色菜。凉的，热的。是稍微有点凉，可能会。哦哦哦哦。那就算了，明天吃一个热。哦。然后这个样吗？那是什么呀？这是那个黑椒肉片。行，您可以下回啊，可以自己拿饭盒来，我们给您吃吧。坐着这也不全刀了，给呀。一块儿结吧，你不是待会儿办卡吗？待会儿再一块儿。这家饿来着啊。这看着还不错哈。嗯。22也不贵。不贵。就这你们俩吃一天都够。对，足够了。就加5块钱送货费。哎呦。慢点啊。喂，阿姨，今天。10:00多就开始卖菜了。哦。嗯，咸蛋也不错。卖肉，吃着还行是吧，妈？这洋葱都甜的。嗯。你看多少种样啊，那菜是不是？你自己还得买，还得做。没多少钱。这是一个什么车呀？走吧，走你吧。有人想看这热水宝哈，这就是老张给装的，放这边热水，这边凉水，特别好用。我妈说厨房这个就更高级一点，这个更贵一点。这老大给装的热水，这边凉的，厨房那老二给装的。我家老大老二，一个黑色一白色。来来来来，我看一下。不是，这不是旁边，你拿好，这不是旁边那个吗？按住了那个就可以说话了。哦，这不是咱俩怎么留言来的呀？就摁这个忘了，会了吗？摁住了留言，忘了说什么来了。黑椒鸡，黑椒鸡丁儿。我就直接怎么跟他说就行了。嗯。哦，他有母虚肉哎妈。是吧？啊，那你要哪个呀？红烧鸭腿块，还是要母虚肉啊？那你就，您快点，要哪个？
要一母虚肉。母虚肉，要一母虚肉，红烧鸭腿块是吗？嗯。那你说吧，跟他说。怎么说呀？就说，你说我明天订餐，订中午餐。说吧。明天我订中午餐，订的是红烧鸭腿块。红烧鸭块吧。对，鸭腿块。鸭腿块。木须肉，木须肉，家常茄子，家常茄子，两荤一素，两荤一素，然后米饭和千层饼。嗯，看手冻的都红的。北京今天又下大雪了。我今天中午胆儿特大，推着我妈去那个养老驿站订餐去了。我妈想自己看看，想尝尝，我们俩就吃了一顿，哎，挺好。邻居看见了，你带你妈干嘛去？下这么大雪？我说看雪景去。那就回家吧。我妈说你可别摔着我。我说您放心吧，我推着您呢。路上哈，跟我妈聊天，我说多长时间没看雪景了？我妈说好多年了。行了，今天又办成一件大事儿，给我爸我妈订了餐，充了钱，然后那边的服务也特别好。就是你每天订什么，头一天说就行，他们明天中午就有饭吃了，这样就踏实了。今天去了，我又把卫生给他们打扫了，然后我现在去商场买点烧饼，买点面条，我跟老张也得吃饭呀。哎呀，空气真好，你看，我看那个那你咋这么烧起来？哎呀，太美了！请点赞关注哦。